增进感情的五件事，第一件事就是要一起入睡，增加依赖感。二，一起克服一些困难，增加信任感。信任什么时候更容易被建立呢？是在危机的时候。比如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就是因为危机时候产生对绑匪的依赖。有句话说得好，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，所以两个人增进亲密最好的时机就是一起克服困难，在危机中共度难关。对呀，比如一个人生病的时候，另一个人悉心关心和照顾。没有，我怎么没有照顾你？一口开水都没喝上过。我，而且我跟你一起生病了，所以我们是一起在克服困难。一起拍视频和照片，增加甜蜜感。一起看一部剧，一起蹦极潜水。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样。没什么用，讲的。天天直播相当于拍视频照片，确实没毛病。普通人的攻略有什么用？吵架再和好可以，我和龙晶晶一般不吵架。吵架吗？好像不怎么吵架。只有我吵你的份。为什么感觉怪怪的？我不知道说什么。什么意思？就不知道说什么，我突然，我感觉，嗯，我这我没有词语了。累了。也不是累，我就是单纯不知道说。感觉有问题，但是找不到问题，有什么问题啊？不知道。
问题在哪？笑什么？是不是滤镜不对啊？不是啊。不对劲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就……嗯？我也没怎么，我就真的不知道说什么。那你去休息。我不是累，我突然之间，你也不说话，我也不说话，你说什么呀？几比几啊？不放不放，能看清楚吗？几比几啊？2-3，加哪三啊？美国厉害。这70几分钟，70分钟14秒。我就没什么想问他的，平时也不敢问的，有什么问题？白衣服是加纳的，年在哪过？
不是没话说啊啥的，前天不都好好的吗？哪那么多事儿啊？我哪有男人能追我呀、啊？我都他妈有时候没事儿了吗？就有些人非要搞出来点事儿不行。没事没事，我看个大概就行了。这样进来就牛逼了，三比三，两个三比三。真往死角踢的。开始围攻了，哪个是韩国？哪个是加拿大？红衣服，韩国。为什么韩国能继续这个？因为韩国出了一个巨星。日本继续这个吗？进了。